全個世界上的共產黨都是食屎狗，我們只有信奉法輪教才得永生，這個世界才不會滅亡，世界才不會末日，我們一定要相信法輪教，我們個個都要信奉法輪教，法輪教並不是邪教，法輪教就是這個神，法輪教就是這個世界上的主宰，誰不信法輪教都會遭受天譴，只有信奉法輪教才可以達到真善美。法輪教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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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輪教，法輪教，個個都應該支持法輪教，每個人個心裏面都會有法輪教，只有法輪教存在，我哋人類先會存在，呢個世上才會存在，這個世界並沒有神，法輪教就是神，只要你信奉法輪教，法輪教就會變成你，你也會變成法輪教，你即是法輪教，法輪教即是神，你即是神，你即是法輪教，法輪教和你都是神，即是人人都是神，只要你人人信奉法輪教，我們人人都是神，法輪教萬歲，法輪教。共產黨是食屎狗，這些人就是因為不信奉法輪教，所以才得這樣的下場。胡錦濤你是食屎狗，為何你要迫害法輪教的門徒？你說啊，胡錦濤，他們就因為信奉法輪教，受到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迫害，才會落得此的下場，所以我們一定要信奉法輪教，為他們這死爛者爭取公道，他們都是我們的門徒，你們放心吧，你們死得很有價值。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妥我們法輪教，才搞到我們法輪教的門徒這樣，他們殺害我們法輪教的門徒，他們迫害我們法輪教的門徒。這個世界上只可以有一個宗教，就是法輪教，信法輪教得永生。血債血償，不信奉法輪教的人必收，必遭天收，必遭天譴，只有信奉法輪教才不會死亡，信奉法輪教吧，大家我們的其中一名信徒王夏，他就是因為在我們法輪教做事的時候，被一些中共產黨迫害而受得翻彈骨，他被他們共產黨的人每天不斷打幾十拳，打了一些肋骨都出來了，大家看看為什麼共產黨要不斷迫害我們法輪教的教員的教徒呢？是因為他怕我們學成了法輪功之後會影響到他們中國在軍事上的地位，修練好法輪功之後是可以一拳打爆人家的屎忽的，我說真的，我們教主是這樣說的，剛剛戴眼鏡那位女士就是我們的教主。
你睇下中國共產黨嗰啲人點樣對我哋法輪教嘅學員咯。共產黨的黨員，他對我們法輪教的學員一共使用了酷刑四十幾種，包括連續幾日甚至幾年剝奪睡眠，還有用幾十根的高壓電棍同時放在他們的乳房、陰部、隔肋底、胸部、肛門和睾丸放電煙哥烤、狼牙棒、橡膠棍、鋼皮條、晶條、鐵鉗、鐵釘釘指甲縫，用辣椒油淋落他們的肛門入面，令到他們大便嗰陣痛不欲生。天啊！如果呢个世界有天理嘅话，我哋法轮教嘅教徒，我哋法轮教嘅学员就唔会俾呢班食屎狗共产党咁样迫害啦。香港人啊，企出嚟一齐信奉法轮教，修炼法轮功，为我哋死去嘅学员、死去嘅教徒默哀一分钟。法輪教萬歲，修煉法輪功，共產黨是食屎狗，胡錦濤你是食屎狗，我要你血債血償。